法务部卸任新任高阶主管暨所属检察、廉政、行政执行机关首长联合交接及宣誓典礼。典礼开始，主持人部长请就位。奏乐。全体肃立，请主持人面向国父遗像唱国歌。请复位，各位贵宾请坐下。法务部卸任新任高阶主管暨所属检察、廉政、行政执行机关首长联合交接，请卸任新任机关首长就位，经交人部长请就位。台湾高等检察署台南检察分署现任正检察长文贵，新任张检察长青云。交接印信。台湾高等检察署花莲检察分署卸任张检察长青云，新任费检察长林玲。交接印信。福建高等检察署金门检察分署现任费检察长林玲，新任林检察长方良。交接印信。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现任江检察长桂昌，新任朱检察长佳琪。接印信。法务部廉政署卸任朱署长佳琪，
新任政署长明谦。交接印信。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现任正检察长明谦，新任林检察长景村，交接印信。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现任林检察长景村，新任叶检察长淑文，交接印信。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现任张检察长洪谋，新任陈检察长洪达，交接印信。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现任陈检察长洪达，新任柯检察长丽玲，交接印信。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卸任柯检察长丽玲，新任正检察长新红，交接印信。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卸任正检察长新红，新任郭检察长永发，交接印信。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现任郭检察长永发，新任余检察长秀端，交接印信。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现任黄检察长玉元，新任徐检察长席翔，交接印信。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现任徐检察长席翔，新任王检察长文德，交接印信。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现任王检察长文德，新任张检察长小文，交接印信。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卸任张检察长文正，新任庄检察长荣松，交接印信。台湾澎湖地方检察署卸任庄检察长荣松，新任黄检察长牟信，
阶印信。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卸任杨检察长秀兰，新任毛检察长有增。交接印信。福建金门地方检察署现任毛检察长有增，新任洪检察长嘉元。交接印信。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卸任郭检察长甄妮，新任廖检察长卓然。交接印信。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现任黄检察长何村，新任洪检察长信旭。交接印信。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现任李检察长金定，新任余检察长丽珍。交接印信。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现任陈代理署长尹景，新任林署长庆宗。交接印信。谢谢部长，部长请回座。法务部新任高阶主管暨所属检察廉政行政执行机关首长联合宣誓，宣誓人请就位。法务部保护司黄司长预言。法务部廉政署正署长明谦。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林署长庆宗。台湾高等检察署台南检察分署张检察长青云。台湾高等检察署花莲检察分署贝检察长林玲。福建高等检察署金门检察分署林检察长邦良。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朱检察长嘉琪。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王检察长文德。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郑检察长新红。台中地方检察署陈检察长洪达。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徐检察长席祥。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毛检察长有增。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郭检察长永发。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廖检察长卓然。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林检察长景村。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庄检察长荣松。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叶检察长淑文。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张检察长小文。
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洪检察长姓序，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余检察长立真，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柯检察长丽玲，台湾澎湖地方检察署黄检察长牟信，福建金门地方检察署洪检察长嘉元，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余检察长秀端，监视人请就位，部长请就位。我们现在开放媒体朋友可以上台拍摄30秒钟。我们谢谢各位媒体朋友，谢谢，麻烦各位媒体朋友到舞台的下方来。好，我们谢谢媒体的朋友。我们谢谢媒体朋友，麻烦各位媒体朋友离开舞台的位置好吗？宣誓，请宣誓人举右手向上伸直，手掌放开，五指并拢，掌心向前，宣读誓词。完毕，监视人部长请回座，各位首长请回座。